没有在那种患难，在没有在那种患难当中，主要让我们有这样小小的经历的时候，就更能体会在那种光景当中，主要倘若没有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主要真的是难过。主，我们也感谢你，赞美你。有这样的小小的风浪的时候，让我们更能主亲自的主也考验出看我们的内心如何。主，我们也谢谢你。主，凡有环境临到的时候，都是有美意为我们。主，我们也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把我们的主国内的疫情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施以怜悯，恩待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昌盛。主，我们也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主，也谢谢你与我们的老师同在。主，我们的老师无论在哪里，相信你必会与我们的老师同在。也恳求你拿去我们老师的疲乏与困倦。主，他也是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主，用生命在服侍着主，是用生命在服侍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我们也何其有幸，何等的感恩，让我们有机会，主啊，真的是有这样的好的主啊机会，有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借着每天的过日子，让我们真的是能懂得 主啊，能首先能就懂得摸着主啊你的心意，让我们也真的是主啊体贴主的心意，也真的是能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我们时常的远离你，我们时常的活着不像你，也谢谢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多少时候，主啊，真的是一个心思意念，主啊，我们时常的道理都懂，一个心思意念，一件小事情，我们真的是偶尔都会被过犯所胜。主啊，就像那个迦勒，他主啊，真的是面对亚衲族人那个生命当中的巨人的时候，主啊，他真的 有信心，有力量，主啊，有忍耐的心，有谦卑的心，主能知道他能胜过。主，我们知道迦勒他祈求主，那个希伯伦是他生命的高峰，主是他渴求的，是那上好的。因为在45年之前，神对摩西就说过要把那块地赏给他。主，可是迦勒到45年以后才能得着。可是当他得着以后，主到民数记20章的时候，主要上帝要设立逃城的时候，就让主迦勒把那块地拿出来，因为六 设立了6处逃城，其中有一处就是希伯伦。主啊，我们从迦勒身上真的是学到何等大的功课！主啊，你给我们的都是最上好的。主啊，让我们忍耐等候了，就像迦勒也等候了45年。主啊，结果是主啊，当得到了的时候，你又让我们拿出去。主啊，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假若是我会做到吗？主啊，真的是这样看到迦勒的心智，主啊，当上帝主啊让摩西走了，让约书亚带领的时候，迦勒也没有主啊埋怨，没有任何怨言。当约书亚走的时候，迦勒还是依然退居，主啊让年轻人起来服侍。主啊真的是从迦勒身上让我们学习很多的功课，主啊让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就看到迦勒真是何等的主啊，每一个人物都有我们所学习的。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有的说，在年老了就不能服侍了。主啊，看到迦勒在年老85岁了还依然强壮，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主啊，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主啊，虽然前面可能会有点小小的麻烦，小小的困难，主啊，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主啊，这真的是谢谢你，也借着我们的分享，借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在我们面前的主啊，真的是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我们信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信心不足，就求你加给我们足够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主啊，真的是就像你说的，若我们的信心要若有芥菜种子那么大，就可以推山移海。主啊，多少时候看到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渺小，主啊，何他又谈得上对主的信任呢？主啊，从迦勒身上看到迦勒是何等的有信心。主啊，当年12个探子的时候，主啊，迦勒和约书亚就是何等的有信心，以至于他和主啊他们两个和下一代才能进入迦南美地。
主啊，此时此刻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主啊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能有那种积极的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是否真的有信心能进入我们的迦南美地。主啊，也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众人主啊都成为你灵里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爱我们，何等的爱我们，看着你的福音是普世的，是万民的，不是主啊为每个国家某个人的。主啊，也谢谢你在真理上每天这样有这样的教导，谢谢你主啊借着我们老师，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装备，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得到主啊转变，得到极大的翻转。主，我们也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也谢谢你保留主啊保守我们每一天，把我们未来的每一天也全然交在你的手中，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靠着我们的主，主啊必会得胜，就像加勒在亚纳族人面前巨人面前得胜一样。主啊，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就会得胜，靠着我们自己看环境我们就会跌倒。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在你我当中都有一个亚拿族人，就是那老我。主啊，时常的老我会出现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那个老我时常的会掌王权举首位。主啊，也求你施恩怜悯恩待我们，也谢谢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巨人那个老我，也不单单是老我，有很多主啊需要我们去调整，需要我们去更新，需要我们去改变，也更需要我们去成长，让我们知道真的是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多少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就会失败，就会软弱。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也恳求你将余下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所听的和主啊 老师所分享的都能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动，也同盟造就，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全然向主敞开。主啊，抓住这美好的时间，美好的机会，让我们真的是主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主啊渴慕你，我们的灵需要你，主啊，我们的人更需要你，主啊，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来主一直来的保守。主，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老师听得到。这个但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小号电脑一直有一点问题，我刚才一直在修啊。那我是想在这一段时间啊，因为出了太多次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那个金牧，你昨天晚上交通的事有没有机会哈、啊、跟弟兄姊妹也分享一下呢？还是找谁来帮你讲？老师，金牧师可能不方便出声音、哎、他那边不能说话。好。那个你们都知道最近我们可能会换一个频道吧，换一个 地方，然后这个你们了解了吗？大家可能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那我是知道、那这样的昌明你跟大家稍微提一提好不好？好，我老师打开了、太好了。好，你们讲。嗯，稍微提一提。就是弟兄平台上的弟兄姊妹就是平安早上也好，然后我们就是近期可能要换一个就是房间号，因为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会议开完了就有很多的就是麻烦那我们就是要换，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通知到时候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网络的平安。就像我昨天就是一天都上不来，所有的账号我都试过了，就是进不来。那也幸亏上帝就是预备郭弟兄在家，如果昨天就是他不在家，我就真的一点办法没有。那我一天中午我还就非常着急找雅各弟兄给我就是下载的那个链接，结果就是一直搞不了，就搞得我头疼，越搞不了我还越搞，就是没有跪那来专注的祷告。虽然在搞着也祷告，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没有那个，就是你下载下来以后都上不了桌面包括就是
一天搞了一天呀，就是下午四点分享完了以后，又一直搞，搞了七点，我都头疼了，不搞了。后来我还给我们的这边的一个弟兄，就是一个姐妹要了，就是下载的那个，链接还是下不了，搞不了，我就祷告了，祷告了一个多小时，在祷告的时候就很，就是有这个意念嘛，可能就说能下下来，后来就下下来了。所以说近期就是开完会以后，可能会有什么就是。会有那个动作，所以我们就都小心点。以后就是未来换了以后，就不要轻易的告诉就是陌生人吧，尽量的。对对对，因为我回来这边虽然就是也没敢告诉他们，因为时间短，不太认识很多的，就不敢轻易的我让往外保护我们的每个人，保护我们的平台。所以换了以后呢，就相信大家到时候会都有。能上来的都有，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就祷告吧，相信神也会做事，为保守我们。保守我们。那就交给老师。那就交给老师。好的，那个弟兄姊妹了解了哈，那这段时间我们真的要多祷告。昨天我老师跟台湾哈，还有来自好多个地区啊国家的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些领袖们哈，在一起哦，我非常非常喜乐啊。我们认识了有一些认识很久，但是都没有机会好好的在灵里面哈彼此连结哈，就是很可惜。但是现在的话，我就发现神做事真的奇妙，真的奇妙。那他是实在是哈满了复活的大能呐、啊，那就在。工作里面呢，就看见了。好，那Wilson 弟兄已经有 update 的一些东西哈。那但是因为老师现在的话，直接就是一直往前走哈，所以没有特意的就把它换了，因为东西已经存在这里。但是我想哈，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我们已经有很多新的这个内容啊，Wilson 弟兄已经都帮我们做好了哈。那昨天金牧浩跟我讲说，希望我们能够加速完成，我们也在加速，我们也希望快一点啊。但是现在就是要邀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我们盼望说，在未来日子里面哈，尽快的把这些工作做好。实在是讲起来啊，如果没有主，我们这什么也做不了啊。这个时间就发现，哎呀，真的很不容易。这个主内的弟兄姊妹啊，能够彼此啊纪念，然后彼此就是代祷这些事情啊，都。真是只能求告神，我们除了主自己以外，我们其他的也都做不了了哈。那我想问一下 Wilson， 你那个信息内容是不是已经放在那个 Logos into History 了？是不是已经放在上面了？啊，有，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老师教你们一下啊。那我希望你们看懂怎么样弄啊，但是我看这个样子哈，也不能太嚣张了，就让太多人都知道了。我现在发现了，先保护到你们这几位哦，你们几位先保护下来，然后确切的，然后再把他们加进来，不然的话一律就是我们就集中啊，就是我们自己人就好啊。而且那通知哈，也不要透过这边什么通知啊，你想办法用什么方法。然后通知让大家知道，然后安全就好，好不好？好，那来看得到老师的荧幕吗？看得到吗？老师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哈。嗯。你们哈，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办法到 KOGO 哈，然后比如说 KOG.1。好，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啊，那稍微等一下，它有好多的这个链接，其中有没有看到道进入历史，有没有看到道进入历史，这个都是我们多年哈服侍主的内容哈，
那汉字福音也相当不错，KOGTV 也相当不错啊。道经历史哈、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啊，神给这个 Wilson 一个特别的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呢、啊，将来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将来我相信上帝会特别特别的动工，会在他身上，然后也会在这个众教会里面会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那个力量。我昨天晚上、啊、送给了好几个国家，包括南美的、土耳其的、古巴的，我这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去冒出来。反正年底的那个 QG72 的会议啊，我都邀请他们来负责交通一些属灵的事了哈，非常好。好，这个是最新的，看到怎么样下载了哈？看到怎么下载了啊？来，弟兄姊妹，我想哈。我们之前的有几个地方有一点修正、啊、我就跟你们讲一下、啊、Wilson 你来讲好了， 我觉得你来讲讲看、啊、你修正了哪些地方、啊、因为我怕我讲的太少了，呵呵，来交给你。好，老师你等一下我打开。没事，老师已经 这边都有了哦，网络上，对，其实这个目录呢，也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就是把把圣经66卷，从创世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卷的主题，就是我就把它就是。有那个黄色的那个 highlight OK 然后标注，然后你把它次序把它跟做圣经的这个架构来做调整哦。所以就给弟兄姐妹会有一个比较容易去查考的一个方式。然后之前老师所讲的好像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排法因为之前我是用历史轴的方式，但是老师觉得就是用这个凌晨轴的方式放会更好，所以也做一些调整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范围上还有什么我看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调整就是这些吧，然后还有继续的加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信息非常好的信息，所以就可以给大家再继续的往下看。好，那个弟兄姊妹有听懂啊？创有没有一个黄色，出立名声书是德女花园德在这边，萨王代代拉尼应该是尼哈不是西哈对尼斯博诗真传歌赛耶埃杰旦和摩拿尼红哈芬盖亚马斯十二小贤之书但最好是十二小贤之书不然你只记卷的话我知道你大贤之也写进去了最好有一个主题叫十二小贤之书，你知道我的意思好理解。你那本书买到了没有还没有刚去买老师跟你讲那个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工作你现在不买后面一定做不完了好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片 CD 那片 CD 里面的所有的档案都有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敲字的你不要打字而且它都可以拷贝只是老师真的我这个四处流浪这东西都不知道放哪里了真的可惜。
好，那四福音啊，然后保罗的书信，保罗书信里面的教会书信、教牧书信，还有普通书信，然后启示录，有一点松啊，有一点松的感觉哈，最好就是66卷都出现了啊，但是有几个东西哈，老师可能在英语的时候哈，在教英语文的时候我有讲，但 你可能没听到，它是一整套的这个66卷书，每一卷书的一个结构图，就每一卷书就一章而已。嗯，那个 Wilson，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吗？啊，是。就是每一卷书就一章啊，就把它解释得很清楚，是英文的啦。但我在想，就我没有中文的，因为那本是只有英文的。那但是那个的话，如果放在这里面，就有66卷了嘛？你懂我意思吗？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哦。然后其余的话，至少每一卷书我们都有一个交代，然后呢，又有一个集成的交代，比如说。罗马书开始哈，那个临前临后加佛非昔啊，贴前贴后书，这个里面就有很多东西了哈。那一面是教会书信，一面是心脏书，心脏书就是加佛非昔4卷啊。那四福音当然是没问题哈，还有四福音的这个合参啊，这个都是要稍微介绍一下。使徒行传，哎，你这个使徒行传乱的话，有没有看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行传、罗马书啊，这个行传啊、使徒行传啊、这个你乱画，那整个画起来都没关系啊。那后面的话才是保罗书信嘛。好，很好。我觉得这次至少很容易找的那个。主轴很容易看到哦，那66卷书每一卷我们再有一章啊，因为它那个档案都是完整的，我们可以就是用英文好了啦，就是说参考哪一卷书就可以了，让弟兄姊妹去看啊，如果没有时间翻中文，就至少有英文呢，对不对？好，那另外的话那么李保罗的那本书。他对整个旧约的结构啊非常棒，你的12小先知书没有那本书写不好的，写不来的了。他光是那个结构，就是结构图啊，就很值得放在我们这里了。Amen。好了，哦，那赶快买啊，那个钱呢、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没有问题的。就赶快买就好了哈、啊。对，昨天我也跟那个就是金牧师也交通过了。我本来的意思哈是，反正我这边这个怎么样了？反正 anyway 哈，那个弟兄姊妹都会照顾到。你这个事情不要担心钱，就是赶快下手就对了。那个节省弟兄姊妹时间和你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不好？好，那。加油了哈！我们要为那个 Wilson 祷告，他其实也常常跑来跑去啊。你现在人在东马还是西马？我是在沙巴，沙巴。哦，你现在在沙巴？有天，还在跟那个谁Dr. Allen 在一起嘛？对不对？我现在在酒店，酒店啊对对对，跟都对人在一起。好了，好，没问题，没问题。好了，我为你们祷告了哈，求主那个保守你们平平安安啊，还有我们那个 Steven 那边也要为我们要照顾他一下，我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哈。好，你看看哈，这边都已经有很多的更新了啊，有一点很多的更新，你们看到啊，这边的更新是很蛮明显的啊，很好。默祷言背讲有没有？默祷言背讲，这个是读经方法嘛，所以这个有加入了哈。然后寄居时代、旷野时代、分裂王国时代，这个独立王国什么时期？好，很好啊，时间点有交代的不错了啊。然后你看哈，三一论，然后就是神论、基督论跟这个圣灵论
啊，然后人论啊，神和人的这个对立了哈，那个是神与人的关系啊，人是神所造的创造论，然后人的犯罪是因在先天堕落天使的关系天使论，然后后面呢是罪论，那犯了罪以后需要救恩啊，救恩论就把基督与救恩人的连接啊，神与人的连接就连接起来了哈、啊，然后不是只是单个人的救恩，个人的救恩是团体的教会论 Ecclesia。这个 Ecclesia 至终要成为神的国、这个充满天下、这地上、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然后至终的末世论、很多人的末世论都很浅，还在那个这个千禧年四观这个角度，真正的末世论根本不是在那边、真正的末世论启示录最末两章、但那个部分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末世论讨论很少，而且讲的都不够深入，所以老师是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要多讲。我们就是、补充、所有的这个、地方、不足的我们就要多加强、那这些信息、我们、写完了以后、你们现在就可以先下载，不管什么时候断线了，你们起码也还有目前的这个347页嘛、你们现在就赶快下载了，不要等了、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再看啊，我们再看一看，神要怎么做啊？你们都看得到吗？哎，没有啊！哎呀，真是，看得到吗？现在，来，老师给你们看一下哈，刚才没有看到，是不是？来，弟兄姊妹看到的要跟我老师回复一下。不然我不知道你们到底看到没有、Wilson 看得到吗？看到看到你吗、就是看到这个圣经精选的看、有看到吗？有看到。哎呦，我刚才才知道好像你们有一段时间看不到、好，这个创出立民生的这个你们都知道了、然后使徒行传把它画了、然后好，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已经讲过的就不讲了哈。读经方法论的这个末导言备讲，我们这个把这个简单的读经方法哈，那还有你还得要再写，不一定写在这里，就是读经方法要独立出来了，不然放在那个事物的起源有点怪，你知道吗？你就第一句，因为我们写读经方法论嘛，第一页就、读经的方法有哪几种啊？默读、导读、研读、背读、讲读。然后读经要读出圣经中的哪三件事？事实、启示和这个实行实践的点，了解吗？这样就很多了，而且要让弟兄姊妹能够完全理解那个话。然后后面的话，就从这边，我们从这些基于这些事实，我们提出来事物起源啊、恩怨的进程都是根据事实来讲的，然后也因为根据事实，所以他看见很多的启示。因为你去整理，你去默读嘛、导读嘛、研读啊，你自然会看到很多的启示。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才逐渐的系统化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然后你从圣经里面这么多的66卷书，它的主题是什么？从主题式的讲解，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就是他的主题。那么这位神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跟其他人拜的神有什么差别？我们的神是三一神，所以他有圣父、圣子、圣灵的讲究。那么圣父、就是上帝了哈，然后圣子就是基督，然后圣灵是圣灵、圣神论、那就是圣父、圣灵、圣子、圣灵。那跟我们读的你那么多读的那么多关于神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谁？我是人。后面就引出人论的问题。人论里面有哪些的信息？子信息哦，听清楚哦。第一个、这个如果你可以、画得更清楚，就是第一个是神，圣经的主题是神，而神里面呢、就是我们写成、就是三一神论。我们的神是什么、三一神，他有圣父、圣子、圣灵三方面的讲究、就是神把他推、就是上帝把他叫这个、变成一个大纲，其他的是次纲、次要的。
那么再来神与人，神与人，人呢、是一个大纲，而下面呢有次纲，就是叫创造论、天使论、罪论和救论论，这个跟人有关的，就是次要的，就是神与人是的重要的，那么后面的是次要的，了解我意思哈？嗯，再来，那个进这个给他一个连结，就是神与人的连结，那因为是救恩嘛，需要救恩，所以神与人有连结，是个这个神与人的连结是产生救恩的关系，因为我们犯的罪需要救恩。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一个教会论 （ecclesia） 的概念，是一个蒙神拣选呼召出来的会众，是一个团体的新人，而这个团体的新人至终要成为国度啊，神的国，然后充满天下，然后这个全地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然后最末了末世论强调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哦，了解我意思啊？这样的部分哈、啊，我们就哎有神。重点啊，有神有人有教会，有神有人有教会 ，Ecclesia 啊，在旧约以色列，在新约就是教会了啊。那么这个 Ecclesia 跟一般的人、普通的俗人或者受造的族类有所不同，它是拣选族类的总称 ，Ecclesia 听懂吗？它是拣选的族类的总称，而这个拣选的族类至终要成为神完全掌权的范围，叫做国度论。好，然后在末了就要成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真正的总结。也就是说，前面有神论、有人论、有 ecclesia， 而 ecclesia 是一个大的这个概念。听清楚哦 ，Ecclesia， 你就写 Ecclesia， 不要写什么东西啊。Ecclesia 后面有教会论、国度论和末世论，听得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这个三大主题，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人，第三是 Ecclesia。然后次题，神的部分有三一论啊、圣神论，那、这个基督论、圣灵论。但人的部分有创造论、天使论、罪论和救恩论。Ecclesia 的部分有教会论，然后这个国度论还有末世论，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我森啊，可以理解，完全理解了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圣经的那个一看就知道，这全备的福音整个里面下头还是圣经论、启示论。你这个哈，我建议啊哈，它有不同名称，你都写下来。比如说圣经论就是跟启示论有关。你就一个 slash 哈，一个切割，然后前面写圣经论，后面写启示论啊。那么三一神论啊，然后之后有一个神论本身，就是父神的意思啊。然后子神啊，基督论，然后圣神啊，圣灵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教派用的词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是全备的哈、啊，我们就每一个教派的讲法我们都要有。有些人哈、啊，这个你们看过圣经版本啊，有些是神版，有些是上帝版，有没有？那个，因为老师从小的都是读神本的，你写成上帝版，我当然知道是神的、啊，但是呢，因为它有不同的翻译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哈、啊？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哈、啊，他们碰到那个亚威这个词的时候，不敢是轻呼，都把它自动跳成 Adonai。自动跳的，他是不愿意直呼上帝的名，所以才会有这个很特殊的情况，明明是这个字，但是却不念的这个字。你每次念那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啊，念到这那个亚威那个字啊，就直接变成阿多奈阿多奈。他们的读经的方法很有意思的。那是老师看着，哎，奇怪，这个字根本不是阿多奈，为什么变成阿多奈呢？啊，他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是这样子。好，所以理解了哈，就是每一个有不同称呼的时候，那、就比如说基督论就圣子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或者圣父、圣子、圣神论啊、这个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称呼，我们都只要他不要太离谱的哈，我们基本上都把它陈列在一起，让它系统化，不然的话人家以为有哦，你们好多种理论哦，其实不是啊，它是同一个东西，只是称呼不同啊、
这个比如说大卫王的大卫，我们那个跟正教的都翻成大卫啊，但是你去看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就不叫大卫了，他达维，其实他的翻译比较近乎原因啊，但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就不太用那个这个天主教的写法，他其实更早翻译成中文。照理说哈，最早出来的应该是版本啊，但是因为那个我们所信的哈，那个根正教所信的，它基本上是马尼逊之后啊所传入中国的这一个比较深入人心啊，那所以特别是这个我们的和合一本，什么叫和合啊？在和平和谐合一的这个理念之下哈，众教会愿意。这个达成同样共识的一本新的圣经中文翻译版，其实在那个和合一本以前有很多的官方的这个白话文的圣经啊都有翻译过啊，中文早就有了，只是那个官方化的那个圣经啊跟那个这个文言文太像了，那个一般人吃不下去了，然后后来写成了白话文给一般老百姓看，那后来发现这个白话文那个，因为白话文的运动啊，五四运动之后，然后刚刚好就在五四运动的时间期间，然后基督徒的翻译又加紧的完成，就在1919年啊，这个第一本的圣经，白话文的圣经正式出来，然后刚好又响应了这些五四运动的这些白话运动，所以他们对圣经啊，就借着那一次啊，那个就大大的来推广了对圣经的那个高度的评价。哎呀，说这个什么圣经啊，翻得真好。其实那些人都不信主了，像胡适这种的都不信主了，但是他们却支持，就是非常 admire， 就是称赞哦，圣经的翻译是。白话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和基础啊，所以这个很好玩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前。啊，这个没有什么感动，因为这个是老师写作了啊。然后好，这个我们现在时间简史了啊，那今天速度要再加快一点啊。那阿爸Aleph and Tav 啊，这两个希伯来文，一个是 Aleph。另外一个是 Tav，Aleph 啊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 ，Tav 啊是希伯来文最后一个字。但呢这个 Aleph 的这个 Alpha 的话 ，Alpha 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 ，Omega 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其实A 是英文的第一个字 ，Z 是英文的最后一个字，字母嘛啊，所以 From A to Z 就是从头到尾。所有文字的所有文字就是跟思想的内容的这个结构用文字来表达的 ，from A to Z， from Aleph to Tav， from Alpha to Omega 啊，就是从头到尾的意思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概念啊，时间简史。好，哎，我总觉得你时间简史少了一张什么东西哈，没有少吗？哦，那个文化使命的，我把它放到下一个主题。哦，难怪，我觉得是去到这不见了一张。好了，没关系。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圣经中啊，关于这个你这个最好有一个主题写在上面，不然人家不知道你这张在主要的做什么。我知道你要讲的圣经是渐进式的启示，那你就上面写圣经是渐进式的启示也就可以了啊。但是问题是你放在时间简史里头啊，你懂我的意思啊？那个这边是 from A to Z 嘛，时间的话从时间的开始无始永远，那无中的永恒。时间的起头，到时间的末了，终末。好，那这边呢，跟时间有关的是什么呢？好，从创世纪，人从哪里来，人或者是为什么人去哪里 ？OK， 可以，这个就是时间的概念。但是这个不包括前后啊，只在时间的内涵中。那也就是说，你就讲在从伊甸园到新耶路撒冷之间的历史，这个还有他的启示的传承啊，
我看这个要怎么跟"时间"这个词摆在那个观念中。你这个是跟老师讲的那个七日论有关吗？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后面有讲到七日论。对，我的意思，这个圈本身是跟那个七日论有关的那个圈吗？哦，不是不是，这个圈是跟那个月七个月，七个月。约的概念是吧？好，那你稍微注明一下啊，这圈是指约的进程，约的进程啊，或者是说因为你这边也没写约哈，你这个内容不是这样子的，多次多方啊，或者多份多方都可以啊。那么圣经的形成，圣经在历史中的。你这个提一个名哈，圣经在历史中，因为一定要跟时间有关，你放在时间简史里面才合理嘛，你懂我的意思？你要想一个跟时间有关的一个词啊。好，不管怎么样，圣经的历史与启示的。圣经的历史与启示这样子好了，你就这样写。圣经的历史跟时间就有关了，与启示就变我们这边渐进式的启示啊。圣经的历史与渐进式的启示，听得懂哈？这样就很好。好，总共有40余位的末世者，这个是神，这个作者了哈。那么他怎么形成的？口传呢？流传的关系啊，那怎么样影响到下一代啊？哦，父母亲啊，这个传讲给孩子们，孩子们再继续传讲下去啊。从亚当，夏娃、赛特啊，这个甚至于该隐不听而已嘛。啊，合一的这个信息，普及性的信息啊，圣经的正典的信息。好，来听啊，你这边要这样写哈，形成。是怎么来的？因为是神自引的神愿意把自己启示出来，啊，这个圣经的内容不是从人形成的，是神自引的神特殊的启示。你这样吧，特殊的启示，啊，这个一开始啊，是自引的神愿意将自己这个启示给人的集大成。圣经是特殊启示的集大成，听懂哈？圣经是特殊启示的集大成，它如何形成？它如何流传？它如何影响世人？它如何在合一的里面普及？如何形成正典？好不好？这样这几个词都有了，就比较完整了。好，那圣经是神渐进式的启示，渐进启示完全之主哦，也不能说不对，听起来有点怪，渐进式的启示就可以了啊。或者或是特殊启示的集大成，听懂吗？渐进式的特殊启示，的集大成，你也写了，无所谓了，为什么不是直接的间接呢？这个排除谎言，覆盖谎言的可能性，哎，这个也回答也不错哦，也不错，但不是只是这样，主要是圣经里面讲了，我还有许多话想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承受不了啊，所以他必须渐进式。神，如果你如果有足够的这个悟性，神现在就告诉你就有，那你承受我们的 capacity 啊，我们的这个度量不够，所以圣经耶稣才会跟这个门徒讲，我还有许多的事想要启示你们现在承受不了，只等到那要来的这个圣灵哈，就是保惠师啊，然后。给你们启示啊，那你们会慢慢的在多次播放以后啊，会有所理解和精进。小时候我们看圣经是一回事，年纪大一点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成熟期又是一回事。那不是说圣经是这个写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 capacity，我们能够得着的理解的部分，是因为人的限制限制了神，所以只好。
成为渐进式的启示，并不是说 他不愿意直接启示，是人不够、哦、人的问题、哦、当然你这个讲谎言覆盖谎言这个讲法也不能说完全错，你知道吗？但 他不是圣经里面这样的意思啊。哦、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写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写法、哦、就是但是一定要解释清楚是由那个我们现在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圣经里面主自己都说嘛，那、啊、你们现在承受不了嘛、哦、这个约这主前1445年到主后的100年之间，1500年的启示啊，主在神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很好，这末世就写到时间性了啊，古时啊写到时间，末世写到时间，来，你这边好，把古时还有末世这个词都特别画起来，那就有时间概念就有啊。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者，然后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很好啊。然后后面呢，圣经的启示开始啊，然后新约的部分啊，四福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来看啊。整个圣经除了这创世纪和启示录以外，中间有64卷。这样的讲法有一点危险，它是创世纪头两章跟启示录最后两章是分开，但是中间的是创世纪的后来都到这个启示录20章都在、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64卷哦，你理解啊，这个要稍微改一下，不然人家会挑战的，因为创世纪后面的跟人很有关系嘛。然后那个多次多方，然后神的显明光照啊，那个特殊启示的时候，好、哦，这个弟兄姊妹啊，这一章就我们就过了啊，很清楚了，就是该改的我们改一改就可以了。好，来，接下来就是关于圣经中间的这个圣经著作的时间轴好了，著作的本身的时间轴。好，那个摩西五经当然是主前1445年以前写成的，主要是摩西的时间呐、啊。但是亚当夏娃的那个时间更早，它涵盖的时间很早，它写的时间是1445左右，听懂我意思啊？嗯，那你这个。只能说它是著作形成的时间，而不是它内容涵盖的时间。内容涵盖的时间很早的，创世纪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都是内容涵盖的时间嘛。好，所以在摩西五经讲到神永远的计划啊，过来历史书分成上中下上的话哈。其实你这个还有一点问题，一般不是上写那个撒母耳上下、哦、这个通常撒王王代代、啊、它是放在中来讲，原因有很多。撒母耳当然是最后一个士师、哦、但是他所传承的撒母耳记里面主要讲的是扫罗跟大卫、哦、所以这个必须要在这个中间，不然的话你会变成很不平衡，就是不平衡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我是你给我的参考来编分的嘞。没，老师说上中下一般的讲法，约书亚士师记、路德记放在士师记时代，听懂我的意思？士师记时代就是王这个国家以色列国还没形成之前。这叫上，以色列国已经形成了，那叫中、哦、通常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三卷，然后历史书是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三卷，所以上中下都是三卷的意思，听懂吗？哦，那撒母耳在哪里啊？撒母耳在历史书中，是啊，撒母耳上下要放在历史书中。OK， 对不对？啊。因为它是三个平衡的分法，你这个搬家了人家就会觉得怪怪的了。哎，了解哈，了解了哈。
国度的创建也可以啊，这个国度的创建它还没到四世纪哦，四世纪不能这样整，因为国度的创建是在撒母耳记这边，那个兴国度的创建与兴衰你都放在历史书中吧，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有，但是在四世纪约书亚记跟路德记这边应该是如果都要以国度为主的话，国度的预备听懂啊，嗯，国度的预备写在是历史书上，国度的创建与兴衰写在历史书中，国度的转向、也不能说错，也不能完全说错，但是国度的转向跟被掳归回好像又不能完全扯在一起，这词要好好再想一想。国度的转向，那转到哪里去呢？转到教会 Ecclesia 去吗？好，这样吧，历史书上就是国度的预备，历史书中就是国度的兴衰，历史书下是国度的，也不能讲终结，国度的转向好像在这边也蛮合适的，好像在这边这样写也蛮合适。好，我们这个先祷告吧，因为我还没想到更合适的，因为你转向的话刚好也有承先启后的味道。第一个哈，他的兴衰然后转到外国去吗？不是哦，他是被掳归回哦，他是属于这个神的安慰与指引，复兴，或者是你写复兴呢，国度的复兴，国度的转向与复兴，哎，国度的转向与复兴好了啊，这样就这个还有一个终末的一个期待嘛，或者国度的盼望与复兴，盼望与复兴也不错啊，它是安慰与劝勉的话嘛，就是在这个历史书下，国度的盼望与复兴，盼望的话是因为他被掳了，他要归回嘛，他那个心是盼望的心，这样了，盼望与复兴可能更合适，因为你心里的确确他带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复兴啊景象啊，那预备，那四世纪的话哈。国度的预备与创建，不是创建与兴衰是应该在中，那么国度的预备与这个四世纪时代哈，个人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它是一个在一个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就是不是很 concrete， 不是很 solid， 这中文怎么讲，就是很坚不是很坚固的时期，所以国度的预备与什么东西我们要想一下哈，国度的预备与国度的预备，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存在。国度的预备和破，国度的预备，我看先写国度的预备，先不写别的了哦。先这样子的话，不一定都要两个词嘛。
好，那就这样。那么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国度的实际就是教会 Ecclesia。 好，那后面在书信呢，国度的扩展 Ecclesia、哦、可以了，实际与完成嘛、哦、那然后到了末了，以然未然的国度的完全千年国跟 永远的国度、哦、时间轴，这个下面都没问题了。上头呢，就是摩西五经的时期，有一点怪。诗歌智慧书啊、哦，真正的位置是在国度的中，历史书中才完成。但是约伯记只有一卷是摩西五经的时代，那你这个放那边是没办法，只好这样放，是不是？就是说，哦，我懂了，我们这样吧。诗歌智慧书、先知书、书信，嗯，因为摆不下了，只好这样摆。属灵的上行诗，紧接于预言、教会书信，可以了，先这样吧，因为你没办法摆得更，弄得更复杂了，也就不要紧了。好。好，接下来这一页啊，我们来看，圣经中渐进式的神人互助的居所，神勇士互助的居所要写哈，互助的，因为这个是双方面的，不是单个的，单个的他早就可以自己来了啊。圣经中的太始、无始、永远是时间的开始，创造的起初，然后后面呢是勇士的居所，勇士互助的居所哈、啊，互相内助啊。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意思啊，我互助的概念啊，嗯，后面呢，我们从亚当这样写，怪怪的，应该是你为你看哈，上面有方舟、祭坛、圣殿。那伊甸园应该写在上面才对，好，把男人放在下面，男人夏娃，女人，男人亚当，女人夏娃，这刚好下面排在一起，那伊甸园放在上面比较合适，你懂我的意思？哦，这个是因为我双印都是用这个仪表的那个记号啊，然后下面是它的内行，这样就是。有一个预表是这样哈，我现在就是在讲预表，如果是预表，真通通都有预表啊，这个通通都有关系啊。如果是预表的话，对、但是现在我只是说哈，要把它一致化，勇士互助的居所是什么？方舟、祭坛、圣殿，哎呀，这个少了一个帐幕呢，啊，帐幕要把它框起来。因为帐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互助的居所、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哈，名字的部分不是它的核心，帐幕才是它的核心，伊甸园是，方舟是，祭坛啊、竹坛献祭是，也不叫祭坛哦，竹坛献祭哦，祭坛本身 不是完全的哦，竹坛献祭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哦，听得懂我意思吗？嗯，好，然后帐幕是，圣殿是，然后教会是，然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就是心腹，听懂吗？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哈有点乱了、啊、哈，就是第一个它不 consistent， 不是一致的，上面有这个什么有的，因为那个观念不清楚，我才会写这样哈。你要这样子写，神人勇士互助的居所。它是重点是在那个互助的居所是什么，要么就全写在上面，要么就全写在下面，起码这几个一定要标示出来，第一个伊甸园，第二个方舟，第三个竹坛献祭，如果要写的话那是可以写的、因为有人与神的关系，那再过来、以色列是可以写的，以色列神住在我们其中的是没问题的，再过来是帐幕是可以写的，懂吗？帐幕本身然后再过来就是圣殿，再过来是基督，再过来呢是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
神的国也是如此啦，神的国也是如此，好吧？就这几个是勇士互助的居所为核心，下面的话可以相关的，比如男人亚当，女人夏娃是跟伊甸园有关，方舟有挪亚一家八口有关，竹篮献祭啊是蒙神拣选呼召出来的会众啊，这就是蒙拣选的族类，蒙召的族类了啊，这个是有关的啊。那以色列的话，就是从亚伯拉罕以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要成为以色列啊，成为多族的民，然后又成为神的王子，神住在我们中间，要他要从我们身上生出来啊，这个是可以写，了解我意思啊？嗯。至于或者以色列要从跟摩西的这个也有关系，这个也很好，因为到摩西的时候。在以色列本身呢，也就只是那个源头而已，到了摩西才是十二支派的族类、哦、全都是在以色列里面，那才是真正的形成嘛。所以你写以色列的时候，下面是从这个多族分别为圣的会众也没有问题，但是要跟摩西的这边要合在一起，因为只有在摩西的时候，那个以色列民才是真正的是成为军队了、哦、那么，那你就以这个摩西、约书亚都应该都放在下头了。在他约书亚本身不能把他当成人互助的居所，如果这样的话，就每一个人都是了，太麻烦了。嗯嗯，理解。嗯，那应许之迦南有点杂，有点杂，但是也不能说都错，就是不是那么完，不是那么系统、就是变成好，就是什么都放的，但是什么都放就变成什么都没放了，你知道我意思、嗯、所以我们还是要筛选。既然讲它是渐进式的神人勇士互助的居所，就要把它清楚划分，伊甸园、方舟、竹盘献祭、以色列、跟神的帐幕，以色列与神的帐幕，这样可以了、以色列与神的帐幕，这个是神人互助的居所可以。那么圣殿、圣殿、就是帐幕可以独立，那么圣殿可以独立，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因为它是真正的图画嘛，嗯，那个神的帐幕与会幕啊，会幕你要写，因为为什么？一个会幕是神与人相聚之处，那么帐幕是神自己的那个住处啊，特别是至圣所。再来，至于加利利湖上的船哈。他不能说没有神人互助是可以啦，但是他不是那个重点、圣经里面的重点、已经很多了、那这个部分你可以提一提、但是不把它当然好像核心，免得 吸了太多眼球去了那边，其实它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在、我刚才讲的那几个事上，帐幕啊、圣殿啊、整个的那个、基督教会、基督与教会的那个教会本身 Ecclesia、还有神的国、神的心腹、新耶路撒冷要就这个就相当多了、相当多了，好吧？心腹不要应该这样讲吧哈。那灵与心腹说嘛，圣灵与心腹说来嘛，口渴的都当来嘛。所以心腹那个部分就把它当成类似女人夏娃的一个位置啊、基督就是跟 First Adam 啊、第一首先人是亚当。幕后的亚当、写在下头，不要写在上面，好吧？那新耶路撒冷是那个神与人互助居所，听懂哈？嗯，啊，所以上面的就几个就好了，清清楚楚的标示，那就不要太杂。上面就伊甸园、方舟、竹篮献祭、以色列与神的帐幕和会幕，帐幕和会幕啊，然后过来是圣殿。过来就是教会，过来是神的国，过来是新耶路撒冷，够了。后面的那个现在所上面写的那些、有相关性通通放在下面去。嗯嗯，那这样的话这个主轴才看得清楚啊。哦，好的。好，
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都没问题、啊、然后、从起初的人、首先的亚当、啊、然后预表独唯独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啊、嗯，到基督耶稣，嗯，这条线啊，人和基督耶稣中间的这个唯独唯预表唯独女人的后裔，这个预表是指哪一个？你这样写的有点怪啊。你知道女人的后裔啊，是神对夏娃所讲的。其实他有三个后裔嘛，对不对？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都是指称耶稣嘛。嗯嗯，是吗？嗯，那你唯独预表女人后裔又写欧洲这个以色列这个摩西，很杂哎，看不太出来。也就是这个就是就在基督耶稣之前都是旧约嘛，所以他全部的预表性就是那将来要来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啊。你这样吧，你这边如果要写、嗯、如果要写、嗯、那你至少三重的后裔，三重后裔后面写女人后裔、亚伯拉罕后裔和大卫的后裔，这样都在旧约里面，这样写还比较完整一点。好的，了解吗？因为你从这个人跟基督耶稣的关系，其实他指称的就是基督耶稣是那真独一的后裔，但是三重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后裔，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在旧约里面是完完全全可以实践的，没有问题的。但唯独女人的后裔、放在这个位置上、哦、你看这个位置，女人后裔位置上、方舟啊，祭坛、啊、这个摩西啊，这个约书亚、啊、跟女人的后裔没有太重的关系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嗯，好，这个还是要稍微改一下，从人到基督是可以接受的啊。首先的人亚当嘛，嗯，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基督耶稣，这个可以。那么中间啊，就是这个三重后裔的这个身份啊，哪三重？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看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三重可以啊。这个三重。代表很多不同的意思，很多不同的意思。第一个，他是女人后裔，他就不是男人的后裔喽。那男人后裔叫做受不是蒙拣选的族类，而是这个受造的族类。但女人后裔是女人所生的，就是讲的玛利亚的意思啊。但是他对也夏娃讲，他对着夏娃讲。那女人的后裔的话是指称那神才是他的真正的父啊。那个讲到亚伯拉罕后裔是指蒙召拣选的族类之父啊。讲到大卫的后裔是讲到他是真正的君王。阿们，他三重不同的职分呢、啊。嗯，好，拯救是记号就是彩虹，讲到信实的红彩虹啊。然后约柜和帐幕，其实方舟这个字就是约柜那个字，是同一个字 ARK 它都是盒子的意思啦，箱子啊，盒子的意思。那个但是这个 ARK 一个是完整的啊，就是尺寸是完整的，300轴50轴30轴啊，三和五还十的这个数字的结合，三是三一神，五是神与人的连结，十是十倍完基督的完全啊，然后作为方舟的这个结构的说法。但是呢，约柜这个 ark 却是二分之一的概念，它是指的神的见证而言啊，二分之一啊，二又二分之一轴乘上一又二分之一轴乘上。一轴，这个大概是这个概念哈。那这种的话就是代表它有一半啊，是属于什么它有一半啊还是在神的手中啊，还是在神的手中啊，这个
就是也就是说基督是另外一个预表、哦、是跟他与他相配，你看到约柜等同于看到神的见证，因为表示还有另外一位是活神的见证是在这里。那么讲到帐幕、讲到神与人互助的居所、以色列的位分和福分也可以啊。那拯救的记号像朱红色线陶城避难所这个都没问题、拯救记号蒲草香被杀的羔羊旷野的举蛇、啊、都跟十字架有关、啊、那没有问题、大卫以色列国良人苏拉密女十二使徒神与人生出男孩子就是神上帝敬虔的儿女，这个都可以成为神的得胜者，然后成为教会基督身体，并且成为神圣的心腹，没有斑点和皱纹。那么有心腹当然有新郎、啊、新郎就是基督，头是基督，新郎是基督，你下面的话都可以写这个基督就是那个男人的概念，你听懂啊？来，那个男人亚当后面呢有这个基督做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夏娃与亚当与夏娃的关系，又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听懂啊？对啊，这个刚好就是一个婚配的关系啊。神的国其实啊我们的神与以色列也是这种关系，听懂吗？从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就看到了，整个何西阿书啊，上帝把以色列当作他幼年所娶的妻、哦、是这个意思。好，可以了，那个 你自己再去整理一下了、哦、我觉得还有太多地方要把它至少系统化，不然的话会乱了、会乱。好，再来旧约预表啊，预表基督的这个部分，这个就可以乱一点，因为不是叫乱啊，因为它太多了，所以把名字都列出来，人事物总纲可以啊。那么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的完成，新约教会的开始，末世教会的终结，然后直到新耶路撒冷，这可以啊。从伊甸园啊，通常哈、啊。耶路撒冷我们不是把它当成新耶路撒冷是，但是耶路撒冷不是，反而你这个耶路撒冷这边要最好用新约的教会而不是耶路撒冷，你听懂我意思哈？伊甸园新约的教会然后到新耶路撒冷，这样反而是比较这个比较合理的，就是伊甸园以色列国新约教会跟新耶路撒冷，听懂吗？这四个地方、你这样子注明就是很合适的。老师你再说一次。来，你现在看到下面啊、不是左下角有伊甸园吗？啊啊，开始嘛、啊、那么新约开始然后跟末世结束嘛，对不对、这个地方啊，旧约开始还有蒙神拣选呼召的会众开始，或者是以色列国的形成啊，这几个如果说是特别的讲地点的话，我们通常会是这样写伊甸园啊，然后以色列国，然后呢新约的教会，然后呢神的国，或者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样子你就比较有一个方向，而不是伊甸园跟耶路撒冷摆在一起，你懂我意思啊、你不是伊甸园跟耶路撒冷的又跟新耶路撒冷关系，不是哦，新耶路撒冷是完全是神与人连结合一的住处哦。耶路撒冷吧，它当然也有两个意思啊，有撒冷王啊，是撒龙的意思，是平安王啊、耶路撒冷的撒龙也就是麦基洗德嘛，公义王平安王的意思嘛，那跟这个伊甸园跟新耶路撒冷这个意义有一点差距，要么你就不写耶路撒冷不写都好，要写你就要把以色列国跟新约的教会神的国然后跟新耶路撒冷写在一起，
你要么你就不写比较好，感觉起来怪怪。好，那再来哈，那我们从上面开始看啊。上面的话就是从最左边啊，圣经创世纪，然后到最末了，圣经启示录，这个是可以的啊。那么生出基督，基督的再来啊，也都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历史架构图啊。那么在预表基督的那个整个次序，从亚当，他是末后的亚当啊，有点怪哈。你亚当又皮子，然后亚伯又牺牲啊，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因为讲预表基督嘛，皮子啊，就是这个是神的羔羊的意思嘛，神的羔羊也是基督，没错啊。那亚伯是牧羊人，那他做献祭使用的，然后后来是牺牲。也没问题，说是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懂得怎么讲，不然的话就很怪啊。那么以诺，神的再来，以诺通常是讲背提啊，与神同行和背提的概念，它跟再来的观念比较少一点，懂我的意思吗？嗯，好，那再来，挪亚跟方舟，还有信实，彩虹是指的信实可靠，信实可靠啊，也都是基督的预表啊，这没问题。麦基洗德，他是永远为祭司君王，同时是啊，这个是可以啊。亚，因为你也不能写太多嘛，所以这样子也是很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神的独生子顺从，这是以撒了哈。这个你可能就三个干脆都独立好了。嗯，听懂啊？亚伯拉罕一个，以撒一个，雅各一个，因为他们有父神、子神、灵神的概念哦。他们有父是指亚伯拉罕做一切创造万有源头的概念。子是以撒哈，他是做完全承受的独生子啊，完全顺服在父的面前啊，成为活祭献上的啊。那雅各是一个被变化过的人，他原来是一个抓夺者，然后被变化成为一个神的以色列嘛，成为神的手中啊贵重的器皿，成为神的王子。所以这是圣灵变化的工作，是强调这三个不同的地方。那你反而现在写的话就有点乱了，因为以亚伯拉罕就不是说独生子的概念了，对不对？以撒是，那亚伯拉罕不是啊。那献活祭是没关系，你可以放到亚伯拉罕那边去啊。但是他讲的父的概念，亚伯拉罕是以父神的那个角度为主，以撒是子神角度为主，雅各是指灵圣灵变化的工作为主，好不好？至于神人合一的梦中天梯，好，这只是一个 中间的一个插曲，那当然也可以，但他不把这个当作他主要的事，好像有一点呢。主要雅各还是在 生命变化的过程中，这个其中的一件事，只是跟他的变化的原因啊，其中的一个影响他的事而已，并不是他变化了一生啊。那至于约瑟，他是啊，这个约瑟啊，他是圣旧约里面哈，是少数最圣洁的一位哦，很少，没有什么问题的，很少，绝大多数都有一点麻烦哦，比如说摩西有问题啊，他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不然人家就不骂他嘛。亚伦也是，亚伦做错了一大堆事啊，对不对？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都卖妻子了，那个雅各更是坏人呐，所以都没有一个好东西，知道吗？约瑟是少数啊，从头到尾他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人，所以约瑟代表基督的部分哦，他有几个是作王掌权的概念，虽然他不是王，而是宰相，但是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能够掌管这个就是受神的这个，因为顺服神而有的
这个掌王权的这个这种经历哦，是因着顺服而得着的权柄，懂我的意思吗？因着顺服而得着的权柄，这样子讲，你写一生也不能说错，不然一般人听不懂，不知道一生是干嘛，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生啊，问题就在这里，好不好？再来是约伯受难遇见中保，这个没问题了、哦、他的受苦了，受苦的遇见中保，遇见中保，你是说他最末了的时候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到你啊，是这个意思吗？约伯哦，这个是那个这个中保的概念，你是在约伯这里有体现出来的。你讲讲看，你讲讲看，我听听看你怎么解释。啊，哦，遇见中保就好，其他的我们知道，等等啊，我在那个约伯记那边有做。因为老师会问你哈，就是说你怎么讲约伯是遇见中保，这个是我要听你为什么写遇见中保，遇是预备的遇哦，所以它是指预备要见到中保，是不是这个意思？中保，你想啊，我听一下。一般而言呢、啊，什么叫中保啊 ？Mediator。就是中间、连接，就像基督、借着基督成为神的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连接于神，这叫中保。有时你看第235页，235页哈，第六点，好，没关系，235页，不是，你可以简单解释就好了，不需要看了。耶伯以第三人称论到弥赛亚，讲述自己意见对于一位要来的伟大中保和救主的需要。235页啊，235啊，我们234个人，234个人，哦，好，第六，遇到基督的受难可以啊，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哎呦，你把这个放在这个位置这样讲啊，这个有一点、这个、有蛮远的咯。这个是这个中保，因为我这边讲仪表啊，所以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然后无厌是耶稣嘛，哈，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真正的中保嘛，只有一位嘛，啊，遇见中保就是预备要见到中保的意思，是不是？但他是说在天就有了，在上就有了，他不是预备见到，而是已经见到了。这个问题是现今啊，就是那时候中保是还没有。那种概念还没有真正出来嘛，就是等到耶稣基督真的到世上的时候，那个实际的中保才出现嘛，所以他是在历史中预见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一知道就是这个在约伯记40章之前的都在争辩中，都在理论和理性的这个纠葛之中。而且这个讲话的人是约伯讲的吗？约伯以第三人称论到弥赛亚，这个是讲啊，然后他有三个处咯，这个16章、14章还有42章。因为老师有一点记不得哈，要仔细看啊。约伯记哦，麻烦的部分呢、啊，就是都是人的话，然后变。好像变成神的话，但是神故意把这一段话留在这边是要暴露人，而不是真的神的话。你听得懂吗？没有，它是一表性的罢了，就好像那一表那个
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那一个表象，就一表一图画嘛。老师知道，只是一般都不是这样讲啊。这个，所以我要确保这个写在这边不会被那个挑战。我只是为了要不要挑战了、啊。嗯，这样吧哈，我们来看，就是直接来看这个约伯记好了啊。写的十六章，因为这个叫好，十六章一节讲是约伯回答的，好，所以这个应该是没问题。是十六章的十九节的话，我看看。现今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嗯，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的路。哎呀，坦白跟你讲哈，我会很怕。如果这个是他的经文出处的话，那个这个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的前后文呢、哦？跟这个预见中保都有距离、哦、前后文是在 complain， 在那个抱怨的期间，因为 我很清楚嘛，他们在争辩之中，然后约伯觉得自己受委屈嘛，那是不是真的预见中保呢？我看这个样子又不太像，你知道吗？他的意思是我有神、啊、观念有一个观念在那里面，我不是讲他真的预见，这个意义不是不是哦，可能不要用意见啊，就是他不是，他有这个观念的形成哦，这样讲吗？这个要说得通才可以啊，说不太通就是怪怪的、啊。我看看哈，我看第二个是十二章约伯回答的，好那个好。我有两件事，十到十四章，好，十四章十三节，人也是。你看，约伯记的十四章十三节，这里，他也、这个就是中保的概念了嘛？愿你为我定了日子纪念我，求你，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求你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目前还没有一个很能够说服人的话来讲这个，目前还没有，因为哈、你通常我们讲基督的预表示是那个人本身。不是他所做的，而是那个人本身，比如说大卫、比如说所罗门，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约伯本身、是、忍耐到底、然后、就是、这个借着是、受难、然后预表基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但约伯曾经所看见什么说的什么话，就变成一个预表基督，我觉得有点远啊，真的是有点远。你还是不要写这个，比较不会有争议，好不好？这个老师是愿意去听听你的意思啊，但是如果讲不太通，我觉得不要勉强。你勉强反而对自己，就给自己添加麻烦嘛。又不，他有一些东西是很好的发现，那是很好的。那这很明显而易见，又很好的发现，那这是拿出来哎可以分享，但是像这个不是很清晰啊，他只是争论里面讲的话，争论里面讲的话跟约伯本身是代表基督是两件事啊。那我就写受难好了，来受难就好了，受难反而是大家都公认的嘛。预见中保为什么我会反应很直接，是因为我对约伯熟悉嘛。我就不觉得他是预见中保，那你怎么样说服人？那这个还要去解释啊，这个没必要去解释。你的受难绝对没有人要解释，懂我的意思吗？嗯。而且你的解释问题就在于我听了你的解释，不觉得他是啊。这
遇见中保不是中保哦，但是我们现在讲出来这个是预表基督本身哦，听得懂我意思吗？是是是，明白。所以这个就是你怎么讲都不对嘛。哦，好了，我们这个就不要写了，安全为主哈。哦，尤其写跟圣经有关的，一定要人信服哦。这个宁可少也不要太多，然后造成自己的麻烦。明明都写了好好的，哎呦，这个就被盯到了，那没有意思嘛。哦，好，来亚伦啊。大祭司可以，摩西就很多了哈。但是我发现你很喜欢写蒲草香，我发现你很喜欢写蒲草香。这个通常哈，因为我们现在在讲预表基督哦，摩西在哪几件事情上预表基督呢？对，哎。哦，对不对？蒲草香这个跟他自己也不能说不是啊，这个哪边怪怪的？嗯嗯，理解理解。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也不是摩西本身啊，是他。嗯，我觉得蒲草香和被杀的羔羊都不合适写在这里，这个姿势，哎呀，好像都怪怪的，这写字太直接了，你这边倒是可以写约柜和帐幕这些事情啊，跟基督有关呐，啊，这个建造会幕这件事情肯定有关，基督要建造圣殿嘛，基督要建造会幕嘛，这个没问题啊，建造会幕啊，还有带领以色列人，这个都是预表基督嘛。你大的没写，那小细节的写一堆，人家就是怪怪的。你都写了一堆，然后但是重点没有啊。你重点应该这样子哈，他是建造会幕，还有带领以色列人，然后这个建造会幕啊，和帐幕，会幕和帐幕啊。那约柜都本来就在帐幕里面嘛，这样就改。旷野举蛇也可以，但是重点不是应该这样讲哈。他是那个旷野举那个铜蛇预表基督，这个是对的，不是摩西，听得懂吗？嗯，逻辑上面的问题啊，所以你这边只要写两个就很大了，第一个就是啊带领以色列民，那么第二个就是啊他的建造会幕和帐幕嘛，哦，这样就够了，嗯，而且这两个都是大事，啊，再来约书亚领人进入安息可以。啊，还有逃城的事，没关系啊。这个我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哈，啊，就是要绕几个弯，就是，啊，那个撒门的话就是娶了基拉合嘛，朱红色线也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啊。波阿斯招纳外邦人的娶外邦人。路德，招纳接纳外邦人路德，这个招纳不太好，接纳好了，他的意思是娶了，迎娶嘛，哦，那撒母耳呢是先知也是祭司可以，哦，那大卫是君王先知君牧人君王和先知可以，所罗门王是智慧的王，智慧的言语，智慧的王说智慧的言语，然后建造圣殿这三个啊，这三个哈，啊，智慧的王说智慧的言语，然后建造圣殿啊。然后也是大卫的子孙的概念，哦，坐在王上宝座上的那个预表，哦，那以利亚呢复活升天，这个写错了，以利亚凡是写复活这个词就是他死过，以利亚是没有死的，不见死的，他是被提的，被提升天不叫复活升天，懂我的意思哦？嗯，那以利沙圣灵充满啊，他是 double portion 嘛，哈，双倍的啊，
那么骸骨使死人复活可以了。约拿三日从死里复活，哎呀，这很好啊。这个耶利米流泪的先知啊，受迫害的先知都可以啊。然后之前是仰望基督，然后后来是回顾基督也没有问题啊。他是先知、祭司、君王三重职分的集大成，然后呢，预表基督的十字架的牺牲，并新约中保耶稣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更好，很好。预表基督复活升天，他们正在走路的时候，突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飞去，啊。这个有点怪，你应该知道怪在哪里的哈，嗯，因为你如果要写以利亚预表基督复活升天，后面讲的不对啊，听得懂我意思啊？就乘风升天，嗯，这个。升天倒没问题啊，哦，不叫做复活升天，它是被提升天倒还可以。嗯，理解。啊，那你这个，好，这样可以了。嗯，好，是吧？因为你只要记住哦，因为以利亚没有经过死，这个跟复活没有直接关系啊。理解。好，那好，预表基督再来的部分，好，就是讲到亚当的七世孙啊，很好，以诺嘛，哈。那这个不对，你这个再来那个不是与神同行，不叫做再来啊。亚当七世，哎，你这个很有意思，刚好有问题了，你还特别写出来。这个亚当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天使来，要在众人行审判，证实那些不敬虔的人和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证实不敬虔说。”这个跟基督再来也都没有直接关系啊。他是他说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与神同行，他知道基督的心，知道基督所要的。他不叫做以诺，是预表基督再来，听得懂吗？嗯，好，了解老师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两个经文拿掉了。再来就不是在这边，你要不能写再来，他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嘛，啊，是被提的概念，他是被提，还有与神同行，这个是预表跟基督有关的嘛？嗯，好吧。那但是基督再来的，他是说话的部分，不是他本身是预表。嗯，这个就把它拿掉了。拿掉，因为你刚好提出来的都是有一点毛病的，对不对？那以利亚很好啊，那个但是他不是复活升天啊，所以那个字也不对啊。嗯，他讲升天是可以了，他是被提升天可以了，哦。那这个被提，然后与基督同行也可以啊，与神同行三百年嘛，可以啊。那个以利亚那个也拿掉了，你至少把基督复活升天那个复活字拿掉。那预表基督的升天啊，基督的升天，那你就后面的留下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不然你东西一下子拿掉一堆了，除非你还有更好的留下来。其实哈，你放了亚伯、以利亚跟以诺，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三个哈比较不清楚，你就特意拿着圣经来作证？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对对，我猜想你是这个意思了。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就刚好解释不清楚。哎呀，真是，好，
这个哈，以亚伯的没问题留下来，以利亚升天这个写着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要复活的词不要写就可以了。嗯，至于基督再来那个是肯定错误了，那个就不太合适。所以你要写以诺的话，如果真要写以诺，就写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彼此生有一女嘛，与神同行啊，基督就是与神同行那位。然后自从他是被神接去了，嗯啊，变死了啊，这个基督的升天的那个部分也可以啊，就是被提是比较好，被提与神同行。经文用创世纪的经文，不要用这个犹大书。犹大书的经文，这个都是比较特殊的经文。为什么？犹大书写的哈，他用的是所谓的伪经或次经的证据。当然，因为他已经被放在正典里面，我们也接受啊。但是，有一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证啊，是不是比较难啊？那我们那一页就差不多了哈，你可以提其他的嘛。一大堆嘛，要演这个叫什么？麦基洗德啊，这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是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那就很好啊。一般被麦基洗德也不是很熟啊，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哦，八点半呢、啊，我看看哈还有多少？你看三重后裔这个可以了。这样吧，明天我们讲这个好了、啊、不要讲太久，每一天讲一点、哦、就很够了，每一天讲一点就很够了。来，我们把时间、啊、交给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啊、都要操练来、分享、啊、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你就会真的习惯于、为神说话，然后呢、习惯操练用这些领受领会哦，然后去讲解神的话哦。那我先交给赵姊妹。老师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老师讲了几张三张图嘛，然后就是看到了圣经的一个，从开始就是看到圣经的一个结构，时间轴、灵程轴、空间轴，然后就是通过，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个图，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非常震惊，就是通过，因为圣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散的，但是通过这个图一看的话，就是把圣经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是有一个架构，有一个脉络，然后就是圣经就把这个圣经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就印记在心里了。当时就是当我读哪一本书的时候，我知道它是在旧约，它是在先知书里面，它是在哪一个书里面，就是说它在哪一类的里面。当我读的时候就知道我在读的是圣经的是哪一个位置，是圣经说的是什么。其实从这些图里面，尤其那个圣经那个架构那个图，那个每个小方块就排列在一起，那个就是让我就是一下就了解了圣经，知道圣经并不是散，因为以前读圣经觉得圣经很散的，哪个都好像都不挨着，一本书说的什么事情也不清楚。然后通过我看到那个图之后就知道了，哦，圣经原来是一本书，它从头到尾是连贯性的，是每个章每本书它中间是有联系的，而且每个故事它是有联系的。所以说对我就这些图表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对我让我能够读懂圣经，知道圣经从头到尾他说的是什么，然后从时间轴灵程中空间轴，然后就知道了神的这个就是神的救恩，从一开始从太初到神永世的居所，这样一个连贯性的一个就是一个救恩的计划。然后我们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灵程轴，都在这个时间，就是在这个救恩计划当中的一份子，就把自己都带进去，就看到了这个，就是谢谢温森弟兄，谢谢老师这么用心把这个图表做了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完善，然后让我们就是让，其实会让很多的人受益，很多人进入之后看到一张图表之后，就会让他有一种豁然开朗，打开一扇窗户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说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就是看不懂的，然后放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就能够很快速的能够读懂圣经。因为很多人读圣经读几遍他也读的，就像我自己，我在跟老师学习之前我大概读了五六遍圣经，但是还是读的晕头转向，不知道读的是什么。然后就通过这些图表就非常的清晰，可以可以明白。就是以前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查经的时候，比如说啊，大家打开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那我就
到圣经里面就前翻后翻，就瞪着眼就翻不着，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呢就很容易就知道大概在圣经的哪一段，就大经的那薄厚哈、啊、用手一摸大概就是前后差不了多少。就感谢主，谢谢老师，也谢谢温森弟兄这样的付出，然后谢谢老师也这么的严谨，让这些图表都更加的严谨，没有纰漏，然后对会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会让很多的人受益。感谢主，谢谢老师，谢谢温森弟兄。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我是昨天下午五点多到家的，一路都很平安，求感谢神的保守，谢谢主。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那个杨弟兄你方便吗？啊，方便。感谢主。好的好的，感谢老师今天和温森弟兄付出这么多心血，看到在圣经中做出这么一个和一个和那个轴线一样的一样的让我们一眼可以一目可以了然，看到圣经的一些典故，神的心意，让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圣经上的话语，能串联起来，好，我也不知道多说一些，就分享这些吧，下面交给肖霞姐在吧。感谢主，感谢主，谢谢杨弟兄。谢谢赵姊妹的分享。我今天感谢主呢，就是老师这样上张图，还有问蔡弟兄一起讲了很多，但是我看着看着，但是很多还不明白。也老师讲了基督论呢，讲了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啊，讲了方舟啊，异地缘啊，帐幕啊。虽然我听都在听，但是有些心悟上还是不太明白。老师讲了彩虹的意思是信心和可靠的，讲了基督是中保，是连接我们，也是基督当中。在中间这中保，使我与神当中连接，是吧？讲了一路和神同行300年，感谢主。我还是听是听过了，但是我领悟的还是很少，求神要怜悯带领，给我聪明和智慧，使我领悟的能够更加清晰。但是我听是什么怜悯，我许多的事情还真正在领悟上还是有点不明白，就是多多跟着老师走吧，跟着弟兄姐妹一起上课吧，使我在灵里上更加清醒，会明白。我感觉到还是老师有想讲的还是不太明白，反正我慢慢听吧。感谢主。今天人少了，刚才13个人，现在只11个人了。那心语吧，心语感谢主，心语嘛，心语啊。心语声音出不来啊，心语有时候声音出不来，心语，那你紫霞，那叫谁呢？下面那个英文是谁？翅膀在吗？翅膀在不在啊？哦，我在，夏夏姐，英文我听看不懂，那就交给你吧。感谢主。好的好的，
嗯，谢谢那个弟兄姊妹，谢谢林老师，还有维森弟兄。我也是跟那个赵姊妹的感觉一样，就觉得通过这样子的学习，就能通过从各个角度把这个圣经这样子去帮助弟兄姊妹学习。我就觉得当时我最初信的时候，最初我去读圣经的时候，当时要是有这样子的，先有一个系统的一个这种概念，当时如果那样子去读的话，可能更理解。我记得我最初读圣经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像什么民数记啊、利未记啊，那些东西，我是觉得我可能，读圣经，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去碰它。我甚至当时有这种感觉，反正是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也读不清楚这个圣经里头任何的那种关联。每个东西就有很多东西，我是觉得是天书，我也不可能读。真的是通过当时林老师这他的这个教导，然后通过这个学习这样的开启，才知道圣经里头每一句话，然后每一章每一节里头都有各个的关联，时间也好，空间也好，哦，这个都是有系统的。这样子通过这样子的学习，那个夏爱姐那篇好像是声音，就通过这样子的学习，就是对圣经的学习也是会有更加的，就是会有会更加有更多的那个趣味性，然后今天的人都在分享的时候好像都分享过了。就是紫霞和新宇和教材还没出来。那就交给超美姐吧。好的，感谢主，就是新宇的声音没关。谢谢老师，也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通过其实也感谢我们的温神弟兄，付出了那么多，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图。然后其实就像刚才赵姊妹所说的，其实这个图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它也有一条主线在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然后是每卷书之间它都不是独立的，都是有连接的，每一卷书也都是有主题的。所以说也真的是感谢我们的温神弟兄，也感谢圣灵的带领，能做出这么好的图来，让我们对圣经首先有一个很清晰很明了的就是主线主轴线，无论是从时间轴空间轴还是从灵程轴，尤其是老师在串讲的时候，我们都能就是说从中体会到老师讲到哪里是从哪个方向哪个角度讲的。所以就是说在纵观全局的来看我们的圣经，来看圣经当中每一卷，它以前可能我们读圣经就觉得每一卷书都是独立的，和就是用土话来说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那通过这件图，通过老师这么的分享，我们就知道它每卷书与每件书都是有连接的。那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它有40多位作者，那横跨几千年，那他们都有一个主线，都是在里面就是没有逾越的。其实就像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其实我也非常感恩，就是当我们真的是预备的时候，你就让自己最得着的。其实就像民数记，单说民数记，那么民数记的主题就看到说站在得胜与失败的角度上来说，那么民数记就看到约书亚和加勒他俩靠着主得胜，也看到他们的信心，看到他们的谦卑。那么士师记呢，就带给我们就是说靠着自己，因为那时候没有王嘛，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就是士师记他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然后他们受了苦，然后再呼求，然后上帝再派士师再拯救，就有个恶性循环，受苦呼求，然后再拯救，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长达多少次，长达多少几百年。所以说从整个士师记当中，其实也结合为什么说到民数记和士师记呢，我就觉得我们天天这样跟着，真的也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眼睛，给我们悟性，让我们知道说民数记整个民数记它就是进入迦南美地，靠主得胜，尤其是在征服迦南，在亚拿族面前，在巨大的
在俊磊面前，那么他们是得胜的。那么在四世纪当中看着说平静安稳的时候，就像亚勒他在征战了那个希伯伦的时候，那时候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说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真的是就像有一句话我给我女儿时常的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意思就是说你和主关系正常，那么什么仇敌在我们面前都站立不住。当我们和上帝关系不正常的时候，就说他是就是哪怕是个像蚱蜢一样的仇敌在我们面前都会就是说横冲直撞。所以这关系正常就是源于就是我们得胜还是失败源于我们与主的关系。所以整个民数记就让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昨天下午分享外邦人嘛，所以看就分享了加勒和护栏。我们的外省地区又加上护栏，因为护栏是因为他造那个铜匠嘛，因为爱尔兰的合唱和亚劳拿的合唱是因为跟建造圣殿有关系，所以护栏他也是外邦人，那他也是建造圣殿的铜匠。所以说看到说我也非常感恩，当越来越预备的时候我自己越来越很有得着。整个的民书记的主题就看到说他们约书亚和加勒真是靠着上帝得胜，和主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么为什么讲到主的关系，今天就说到以诺。那么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将来就说没看到他的尸体他就被提了，被提升天了。那么多少时候我们是否也会觉得与神同行就是那么神与我们同在同行，那是我们所渴慕的。那么让我们如何与神同行呢？什么是与神同行啊？我今天其实没有坐下来专心听，一直做事一直，但是也非常感恩了，圣灵也启示我。那么什么是与神同行？难道说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就是有些慕道友或者是很有极端的想法，也就是说很错误的想法。那么与神同行就是我什么也不做了，我就在家坐着等着了，也就说起码你自己要尽本分。因为圣经当中也记载说上帝也不希望他的门徒要懒要勤奋。所以说与神同行就是跟着主走那么就像以诺一样，今天提到以诺，那么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是说以诺什么也不干吗？那圣经当中记得很，创世纪记得很清楚呀，他照样生儿养女，他也是生养活，就是生活生活活生。那么就是说在地上照样生活，什么照样干。那么就是说他的与神同行就是他愿意跟着神走，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放下自己所有的就是一切，就像说什么都以神为中心，与神同行，愿意放下自己跟着主走。那我们其实同样影射在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世上也是愿意与神同行，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就天天坐在那里祷告了，等着主怎么着了，也不是这样。那么我们与神同行就像当年的以诺一样，他与神同行就是放下自己，然后什么都跟着主走，照样是生养众多嘛，他还生养众多嘛。所以说他在地上也是生活也是生养生活生活活生生活。所以说我们在地上也是生活。通过这个图呢也让我们知道每卷书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如何生活。所以也非常感恩，由渐渐的由我们从知识上的头脑上的到感性的，就是从感性的到理性的，慢慢的这种经历的时候，其实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其实那个信心呀，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一点一点的成长的。当我们真正的有了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真的是发出那种感叹，看到我们自己何等的渺小。多少时候我们往往拿自己的有限去衡量神的无限，以我们自己的想法以自我为中心去想象神的无限，神就是求神也调整我们的方向，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是能行在他的心意当中。时常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偶尔也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也必不轻看我们悔改的心，就是说不要就是说害怕就是说犯罪难，但是也不是说就非得让你非得去犯罪，
那靠着我们的主吧，让我们天天都有这样的选择，有这样的过生活，有这样的过日子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在地上生活如何像以诺一样，能如何理解那个与神同行。所以让我们也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和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关系越来越好。只要是我们靠着，就像创世纪讲的，那么就是两条路，一个是生命路的选择，一个是知识善恶树。当我们真正选择靠着主的时候，什么是什么样的仇敌在我们面前都站立不住，就像加勒一样，他们征战31个王，任何仇敌就拿他没办法，因为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是与主关系正确的时候，好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是事情。如果我们和主关系相差甚远，或者是只靠我们自己的时候，任何事情，任何一个仇敌，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都能把我们难倒。这是我今天的感悟，所以也非常感恩。那么就把时间交给赵姊妹来做一个总结的祷告，然后最后我们一组的文结束。赵姊妹方便吗？赵姊妹不方便，威神弟兄，威神弟兄方便吗？赵姊妹那边没有声音，威神弟兄你方便吗？哎，好，你就给我们做个总结的祷告，然后最后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好的，好的。主啊，在天上的父，将至圣先感谢，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读读你的话语啊，你将这个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所分享出的这个圣经进去鸟瞰，然后经过与这个荧幕的这一个交通，我们能够把这个详细的这个资料把它用得更精密更精确也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共同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也将这一个我们所在这一期间的结晶能够完完全全的用主耶纳，然后将能够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被主所用，成就主啊你的命令，也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啊。我们是何等样的人，然后你借着我们这不可爱你放居人的手，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你。我们是何等不配的，因为恩典是不用的，是我不配得的，但你却白白的赐下给我们。你让我们参与你的工作，你让我们有份在这个工作参与的过程当中却造就自己更重要的是造就自己，也造就将来有许多能够借着这些工作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真的是向你献感谢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不晓得要往哪里去的人，能够回到你的旨意当中，一步一步的靠着你的名字，靠着你的这个恩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向你献献感谢。主啊，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我们要有一天的工作有活动的，有会议的，赶路的，或者是在家隔离的，都求主你兼顾我们每一个人一整天的这个生活让我们能够在属实的生活当中也体贴主啊，我们要如何来到借着你的话来活出这个信仰的生活，对吧？真的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就这样的交托，愿主你亲自的悦纳。我们真的祷告，是好完全不配，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
让我们从数据导文结束哈，我们在天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愿你的国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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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天的饮食，今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免我们免了人的债，对，不让我们谁人欺瞒，救我们脱离羞恩，因为国度全是基督的，永永阿门，阿门，阿门。好，那感谢主啊！明天我们早上再见啊！明天早上，好，哈利路亚，好，拜拜，再见，老师平安。